大家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前后片前边织的，连起来，中间加针，然后呢，连起来圈织。好，下面我就开始演示。织物，翻转织物以后呢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在这边呢加七针，然后跟前片圈起来圈织。那我们首先织下针，织到行尾的部位。织一行的下针，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三针、四针、五针、六针、七针，就是全部织下针。很快我们就织到了行尾。好，我们织到了行尾，这一行全部下针结束。然后呢，我们加七针，一针。这样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六针，七针。好，这七针加完了以后，我们跟前片连起来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之前织的这个前片。这时候呢，你要 double check 一下，针上呢一共有39针啊。这上呢有45针，加了7针，然后呢我们把它圈织。接下来呢，我用这个环针，我先把这个直针上的线套换到环针上来。好，我们就换到环针上来。好，这个第一针下针，第二针把这个线套拉一拉，第二针，第三针，第四针，第五针，第六针，这是编针的地方，然后这儿中间这是七针加出来的。等我们把这一行织完，在这边再加七针。三、四，环针有点不得劲儿。五，习惯就好了。六、七、八。这个地方你看，我们到了前片，这一二三四，我们还要继续织这个 V 字花型。好，到了这个地方我们要加针，织错了啊，倒回来。到了中间 V 字花型的时候，你看这是这个镂空的这针吗？我们在这两针上左上二并一，把它二并一，然后加一针，中间织下针，一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六针，七针，八针，九针。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继续加一针，然后这个地方呢织右上二并一，把它拨收，这是右上二并一，然后我们继续织下针，直到剩余六针编针的时候都是织下针，一直织到行尾。好，这行尾织完了以后，这时候呢我们也要加针，这个拿走，一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六针，
七针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你看，我们就可以环织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圈织，这个地方你看，这是下针，那我们织六针的上针，把线拿上来，六针的上针，这个地方一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六针。好，六针完了以后，我们来看中间是多少针呢？是33针的下针，总共是45针，对不对？一边6针边针减去12针，那么中间还剩多少啊？33针的下针。好，我们继续拿下来，一针下，两针下，三针啊，一共33针，我们很快把它织完。好，很快这33针我们就织完了。织完了以后呢，你看啊，两边这是6针的搓板针，中间是7针，6针12针加7刚好是19针，这19针呢我们全部织上针，一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六针。好，我们继续，这是加的这7针，我们全部织成反针，反针，好，这是最后一针，然后紧接着是边针，这个地方一会儿我把它线头剪掉，注意不要扭个啊。然后这也是反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六针。好，6针边针织完了，那我们这一圈就完成了。我们看看啊，两边是6针，中间7针，一共19针的上针。我们继续。好，我们继续。我们知道前片这个地方，那么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的这个镂空花型织完了。织完了以后呢，我们织一圈下针，然后再排下一个镂空花型。所以说这一行呢，我们知道这儿全部是下针。我们继续，很快我们知道了行尾。好，我们到了前片的这个行尾边针的这个地方，边针的地方呢，那我们现在是圈织了，你就不能像以前总织下针，那么这一行见下针，那你就要织上针，一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六针。继续，这是我们前边加出来的这个7针，8针，9针，还有点紧，12针，好，13针。那我们呢？
从这儿开始的，我们这儿打一个这个记号扣。标识一下，从这儿开始织，织到这儿我们就织了一圈，对吧？织了圈以后呢，那我们继续啊，我们圈织这儿啊，这儿依然是上针啊，这是下针，这圈结束了，那么我们见着这个反针搓板针，我们就开始织下针了。好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整个一行都织下针，只有到中间前边这个镂空花样的位置，我们开始排花，略有变化。好，那我们继续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把前面的行都归零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这儿算第一行啊。一行的下针。好，我们很快就知道镂空花形那里，只有我们自行完成。好，我们看这后片，我很快知道了这个地方。我们继续，我这个针啊，环针太长，你看让我绞掉了好多。平时我不太习惯用环针。然后，这个地方依然的是下针。搓板针吗？还是啊，见着反针就织下针。很快我们把这个地方织完。我们看这个地方，这是原先我织前片的这个线头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固定一下，找一个针，随便找一个。固定一下，看怎么固定啊。这个线头在这儿呢，就穿一下就可以了。勒一下，这样它就不动了。不动了以后，将来这地方你可以用于缝合呀，或者是把线头藏起来。好，我们继续。依然是下针。现在我们知道了前片，知道前片的时候，我们就又要开始排下一个花型了。当一个花型完成，织一行下针，然后再排下一个花型。那么排花的时候，你看这是中间的这个位置，然后左右两针，中间的位置这个右边这两针，我们要左上二并一，然后呢这两针呢右上二并一，在中间的位置加针啊。只有我们都织过了，我简单提醒一下就好。好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然后下节课继续分享。朋友们再见。
继续，这是下针。